国民党28日召开全国的代表会，并且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大选。韩国瑜也确定将在8月3日选定桃园举办提名后的首场下乡之旅，届时北美中天和中望电视将全程为北美的观众朋友进行直播。韩国瑜要拜托所有海内外的侨胞，韩国瑜第一次发出穿云箭。这次韩国瑜桃园之行，北美中天、中望电视全程为北美的韩粉们进行实况转播，时间安排如下：北美中天频道8月3号，美西时间晚间12点到凌晨3点，大政治大爆卦；凌晨3点到凌晨5点，中天晚间新闻；凌晨5点到早晨7点，以及8月3号当日晚间8点到10点，新闻生喉咙。中望电视首播将在8月2号晚间11点，连续5小时直播，次日下午1点到6点重播。关注韩国瑜，请锁定北美中天中望电视。